你想象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呢？是日复一日的肌肤之亲，是甜甜蜜蜜的小恩爱，是无所忌惮的撒娇，还是被柴米油盐打磨的生活？吵吵闹闹的每天，被时间淡化了的甜蜜，习惯性的依赖，爱情渐渐变成了亲情，到底哪一种才是爱情真实的模样？如果细化下去，细化到我和你，我们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呢？未来只有乐趣，和你去左手看新居，双眼开始像饮醉，犹如观星你在这里。我转过头看了你一眼，还有点帅，就这样无所顾忌地把耳机的另一头给了你，然后每天捧着手机和你聊到深夜，直到你催我去睡觉。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是跟你说一句早安，我们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，我们的笑点都很低，我们都喜欢大海。我们在同一个城市，那天夜晚你对我说，厦门那么小，可我还是一个人。我说我也是，然后你半开玩笑说，要不我们凑合一下在一起吧。我就这样答应了。原来恋爱的感觉是这样的，是有人会蹲下帮你绑松了的鞋带，是一起窝在被窝里看电影，是有人早早起床给你做早餐，是两个人一起装被套时他的恶作剧，是两个人在海边手拉手时的相视而笑，是有人会看着你傻笑很久。原来爱情那么美好。你那高劲儿啥时候交？原来再美好也只是幻想，这大概是每个女孩都有的幻想吧。不，我不想让幻想只是幻想。不管未来的爱情是什么模样，我想就这样怀着对他的憧憬，先过好一个人的生活，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，才能在未来遇到他的那一刻用力拥抱彼此。我开始整理脏乱的房间，扔掉所有零食，开始跑步减肥，开始学化妆，开始吃健康的水果，开始看很多很多书，开始去学一直想学的乌克丽丽。我享受着独立充实的每天，直到那天遇到了你。只要你过好了自己一个人的生活，把自己变得足够好，上天就会把那个同样好的人带到你身边。